闺蜜来接我下班啦，来录下班啦。嗯，今天我接会儿，还有虾米装，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男朋友来接我下班喽。下班了，媳妇儿。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男朋友来接我下班啦。下班了，媳妇儿。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一来就要下班啦。哇，今天又是我爱吃的火鸡面。出发。我神魂颠倒，躁动的心在放鞭炮，我的丘比特的尖叫，荷尔蒙的爆发，因为你的到来，神魂颠倒，迷恋着你，神魂颠倒，是你踩碎我的解药，全都没关系。我神魂颠倒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一来就要下班啦。哇，宝子们，咱们今天吃烤鸡。出发。海风就潮汐，湖水像你那一口热吻，冰淇淋牵手漫步夏夜里，星星孤寂一个握紧你的眼睛，消失的笑意对月亮照的冬明，难得浪漫一次相遇，我问马奇。海风就潮汐，湖水像你那一口热吻，冰淇淋牵手漫步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一来就要下班啦。哇，今天吃的也太丰盛了吧。走，出发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一来就要下班啦。哇，今天又做了你的拿手菜呢。知道你想吃，不尝尝吧。走，出发。最近抖音双十一好物节活动力度贼大，我4.9元买绿瓶可乐，超划算！点评论区链接或点视频上方进抖音商城，秒杀频道超多好物，几块包邮，便宜还买200减30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菜去。一来就要下班啦。哇，今天这么多好吃的，都像你爱吃的。走，出发。
碰到你的背，左手托住你的心跳，不论向前或后退。宝子们，明天吃什么？点下去。